周一下午5点左右，六岁的 Maxime Dion 与他的哥哥和另一名男孩在 Upton 镇自家附近玩耍时，为了牵回跑上冰面的小狗而跌落当地一条河中。另两名男孩一度想要救起他，但是没有成功，之后就失去 Maxime 的踪影。警方周二只找到了他的靴子。男孩的家人表示，潜水员已经在水中找到了一同落入河中的小狗。由于河面结冰，警方今天又出动破冰船继续搜寻。不过失踪男孩恐怕已经凶多吉少。